3月17日，据贵州省纪委监委消息，贵州省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原主任向红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、省监委立案审查调查。据向红琼履历显示，1958年出生的他是贵州余庆人，最初在凯里县庐山区平田农场当知青，后来攻读博士研究生，曾在贵州农学院植保系当教师。2002年6月至2008年6月，任贵州省六盘水市副市长。2008年6月，向红琼调任贵州省气象局局长，当组书记。2011年9月，任贵州省黔南州委副书记、副州长、代州长。2012年6月，他当选为黔南州州长。2016年9月，向红琼调任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，当组书记。2017年2月，改任为主任，当组副书记。向红琼于2012年任贵州省黔南州州长，2016年任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，后任贵州省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主任，今年1月卸任，至此翻倍查。